是吧？把游戏术语带进现实第二期。车有点多呀，我就说走着去吧，太卡了。什么卡？卡着地不知道卡什么意思是吧？又整镜头是吧？你可别，我求你了，好吗？是不开这么，我要重开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不用，你经常开就行，没事，随便没事。我速提不上来。英雄啊，没有老公，好久没给你买鞋了，买双鞋吧。远去吧，这黑的是不是就行？嗯，我帮你问一下，你好，这个鞋是攻速鞋还是水泥鞋？哦，没事，没随便问问而已。就像是失去生命，我感觉你好难受，我靠，好像受了内伤。老公，慢点走，干嘛去？上厕所。哎，小姐，尿尿，通通闪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咋事儿？我不吃香菜，把香菜给我搬了啊！炸有点太慢了，李先生，你带着节奏。我老公，我小弟，我去跟着炸呀！马可都回来了，你可拍的太吓人了，你可别那样了，以后我遇到了。你没买装备啊？我给你带了。这不飞科圣诞限定礼盒吗？你之前那个用太久了，我给拿出去了。用这个飞科太空小飞碟底的，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可火了。小飞碟的造型非常时尚，而且机身小巧精致，适合出差带。五眼双反到网，贴的也干净，一个小时快充可以续航两个月呢。不错啊，这个装备我喜欢。装备都给买了，再给换身皮肤呗。上个赛季不刚买完吗？上个赛季一年呢，一年就给买一身衣服啊？你游戏里皮肤成多少了？